以后每一个灯会我都陪着你。如果师傅一会儿问起什么，我们得统一好口径啊。记住。知道了。哎，到了师傅那儿你可千万别把我给出卖了。好，师傅。哦，师傅。这么晚去了何处？去瓦子听说书了。师傅是这样的，本来呢我确实是在教场练习，但是卓英非要拉我去瓦子喝茶，我都跟他说了，师傅经常教导我们说，一个人想要成事，首先持身要正，其次才是敏而好学，吃喝玩乐这种事情是最消磨意志了。是啊，师傅，是徒儿不该在晚上带海师出去闲逛，徒儿回去抄规矩200遍。喂，是我，卓英。好啊，你小子，不是在书房温书吗？怎么自己偷跑出来了？临时起意，这也要管？哼，喂。我自然要管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上元灯节啊，不光是赏灯团圆的日子，今日有很多未出阁的女子可以出门与男子相会，还有他们两个人可以互送定情信物。每个人啊，看花灯猜灯谜，我出来得盯着你点儿。你怕我被骗呀？我呀怕你把别人骗了。方卓英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今日不是当值吗？今日少子哥让我在会仙楼当值，我在会仙楼上边往下看，那底下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就跑出来了。哎，你以为我愿意来找你玩啊？要不是你哥哥，我没有。郎君，你看这东西多精巧，我买一段，咱们一人一个。姑娘真是好眼光，这两只玉环是在同一块玉上雕琢，取同心同德，朝夕不离之意，送给心上人啊，兆头好极了。那我要了。好嘞，2吊钱。真好看。这是得罪了谁呀？大上元节的也有人刺杀你。明明我的命跟之前才对，刺杀的竟然不是我。过来做什么？保护好自己和陛下就好。这些人不像是冲着陛下来的。够了。有意思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流了好多血。
师傅若没受伤，我便先离开吧。把东西放下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师傅，我先出去了。师傅，您看，今年的灯会还是我陪着您。这两块玉佩取自同一块玉，意思是朝夕相得，不离不弃。你我一人一块，兆头是极好的。以后每一个灯会，我都陪着你。你说，上元节灯会那些刺客，不是针对陛下来的吧？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师傅吧？师傅有仇家吗？师傅呢，是陛下藏在阴影当中的一把利刃。仇家自然多的不用说。为什么师傅下令把那些刺客全都给杀了，一个活口都不留？他不想知道幕后指使的人是谁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如果这种事情……我卓英都知道，那这季风馆还是师傅掌管。就你这脑子，你还替师傅操心呢？啊，王五还以为你之前有了相好，白替你高兴一场，没想到你倒是好，这心里头啊，一天到晚只惦记着师傅，真是蠢笑。什么时候也惦记惦记你哥嘛？哼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王海石，你给我松开！王海石，帮我！还打我，还踩我！我的脚，头发，海石，头发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啊！师傅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师傅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海石是你弟弟吧？徒儿当然知道海石是弟弟，要不然我才懒得管他那些闲事。双十年纪，为师不是不允许你有心仪之人，但眼下职责未尽，不是时候。师傅，我误会了。误会？当然是误会。卓英心中一直都是以公事为先，绝对不会想什么私情的。你要知道，海石是你的弟弟，不可逾矩。师父，徒儿明白，做兄长要有兄长的样子，要有风度和威严，徒儿绝对不会带坏海石的。注意分寸就好。师父没有什么事情，那徒儿先告辞了。去吧。